My crew just wants to, like, me take a picture with my old basketball court out there. Oh, yeah. Yeah, so sorry to intrude. No, that's okay. No, that's fine. All right, so the gang with me will be just outside. Okay. All right, thank okay, you. Okay, is that good? Okay, good luck. Thank you. 这个上一次投这个篮筐，我应该还在高中，所以应该算是大学毕业再回来。但是回来的第一球会不会进？没有，就想说那边会挂，又挂到以外，不进就球。我拍很高。OK， 进去了。那以前打球的时候会带棉袄来看吗？打球的时候带梅亚来看吗？带梅亚，梅亚是女生，女生哦，不会，这边唯一会看到我打球，应该就我两个姐姐。So now you're I'm a singer, pop star. Yeah. I heard you were extremely talented. So congratulations. We love your home. Can we get one more shot with the front door? Yeah. Do you want to go in the backyard? And if you want to go in the yard, you can go in the yard too. You want to go in the yard? Yeah. Oh, thank you. Good luck to you with everything. Thank you. Nice meeting you. 你小时候应该没有在家门口前面拍照吧？好像有一张。这是你家的后院，然后那棵苹果树是我的苹果树。其实这边有青苹果，现在长出来了。那棵是红的，这棵是绿的。你们那时候就种的？那时候就种的。这边，你看，他们养得不错，都还有。但是先的主人很 nice 啊。对啊，他刚刚是跟你讲说谁听过你的东西。他说，因为我们毕业，我跟倩毕业那一届，毕业歌是我们做的。然后他就是到现在都还有人在用。我要搭着时光的飞机回到十年前，看看过去的美国校园，可见的就是班和下课后的篮球队，有他在那边舞会。就在末日之前，让我看见原来我的付出从来没白费，理想的世界从一个点亮呈现，你不由一步的山顶，这边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山顶上呢，好像有一些白白的东西。那每年要毕业的呢，一定要上去摆自己的毕业那一年。像我那年是2007年，我们就会拿沙包上去摆个07。那今年呢，就是现在是14嘛，那我觉得14的没有摆很好，看不太出来，他们是看不出来对是写什么。然后再来那边 Student Center， 就是以前我每次表演最常去的地方。我表演什么？任何的音乐，从歌舞剧。到symphony， 到学校的 band， 到爵士 band， 爵士小组，都有。然后他现在已经改名了，叫做 Emily Gates， 就是我当初音乐老师的名字。他可能因为退休了，那大家纪念他，现在他就是叫 Emily Gates Student Center。I'm a working my way 一路的 USA， 关于追寻梦想，不看我你还看谁 ？Love or hate is 爱的恨的 ，Yeah，Watch me， watch me fade。嗨，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三藩市，刚去逛了 Valencia Street， 就是看到有很多涂鸦，然后很多街头艺术家。那个算是一条小巷子，但是呢，那个小巷子里面，有很多的文化，然后也是在三藩市这个城市里面比较有特色的一条小巷。然后我们就沿着 Valencia 现在一直走在这条 Main Street， 我刚看到好像是走到已经20街，然后就看到什么好玩的店呢、啊，就进去试试二手衣，看看古董家具。这边就是有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古董店。大家早安，我今天的早餐是 Ben & Jerry's Ice Cream。其实很冷，但是我们要拍一个就是很美式的感觉。然后今天Ben & Jerry 我觉得很可以代表美国所有冰淇淋厂商，就是这个是最大的。
加州的太阳，加州的天，加州的太多都是羊粉粉马音乐正在。好了，我们吃完了早餐的冰淇淋还有午餐的墨西哥菜之后，现在在海特街这边，其实艺术风味非常浓厚，因为这边非常多的这种很 free spirit 的嬉皮。发重演，我还是要再发唱片。就是我以前跟 SF Jazz 群星爵士乐团最常表演的一个地点之一。那这个广场每次我来表演呢，我妈一定就会去一个地方，就是在你后面的这个大间的 Macy's。啊，每次她最喜欢我来这边表演，然后就可以去 shopping 一整个下午。啊，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雕像，然后这边的建筑物整个，就是因为你在城市的正中央 Union Square。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欧洲的也好，一些老式英国的，然后意大利的、法式的，这边的文化跟建筑是我非常喜欢的。I'm a working my way into the USA， 我要让全世界清楚知道我是谁。LA， 台北，台北 ，LA， yeah， where my homies at？ 刚刚逛完了 Chinatown。Chinatown 这个地方是我应该讲，如果你是当地的华人的话，比较不会来的地方。它也是给就是三藩市的一些美国人来，但是很多华人在这边开店。那我之前住在这边住十年，可能也只来过一次还两次，所以对来看对我来讲还是很新鲜的。这次来真的感觉像是一个观光客。巨人队主场的比赛对付 Brewers， 那来到棒球赛最重要的一定就是要有 popcorn 跟热狗，然后我头上这个是刚刚买的，对啊，比较醒目一点，搞不好待会可以上电视。I'm working my way into the USA， 我要让全世界清楚知道我是谁。LA， 台北，台北 ，LA， yeah， where my homies at？I'm a working my way into the USA， 关于追寻梦想不肯我你还看谁。 Love us can